嘴鸟森巴鼓队，麻烦请到我们的游行出发点前面集合，麻烦。好，现场的所有的大小朋友呢都准备好了，每个人。是一个以海洋城市为出发的城市，以海洋城市为著名的城市，海马是一个非常非常来现场呢，只要有挥手的地方，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幸运糖果来送给大家，森巴知识的选拔，希望你们可以再来参加。这些小朋友呢，都是来参加我们的小小森巴之星的选拔新秀。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Wonderful Indonesia， 他们呢是第二年来参加我们的嘉年华活动。他们每年呢都带来非常非常热情的食物、装扮。还有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非常道地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精彩的，这也是他们所带的一个传统的服饰哦。那是我们今年度的票选出来非常非常极具有人气的小小森巴之星。谢谢，来请跟上队伍。非常非常极具有人气的泰迪熊，泰迪熊可以打糖果。那呢，我们在活动的舞台过程当中，我们在活动的游行当中呢，我们都会提供给大家 Haribo 的经典软糖。非常进入到我们的游行队伍的是我们的特技空间。特技空间每一个成员都身怀绝技。Thank you.
队伍要经过主舞台的呢，是我们的天鹅小队。耶、yeah, ，最后一组的天鹅，请欢迎我们第一队的我们机器人小队。小心啊！来，我们即将加入我们的 BIA 专业的街舞教室喽！